这件真的好看，这件好看，好买。这件金额是10.5万哦，便宜，好 okay, 买，便宜，好36,200买。17.9万，谢谢。哦，那17.9万就非常能考虑。今天的消费，那跟您报告一下。我到底刚刚干了什么？现在我们在台北101 LV 的旗舰店，这个showroom呢是专门 for LV 的 VIP。今天是它的新装发表会，获邀进入的 VIP 呢，可以拿到刚刚发表的新装，那代表说现在市面上都还没有任何人穿，你可以第一个拥有它，这就是品牌忠诚度嘛 ，VIP 的意义。像这种国际一线精品品牌，其实它是不给人家随便拍摄。那我们今天是获邀，也获得他们的同意，可以进店拍摄，买 LV 给大家看。早我就想跟你逛街了。这一集的代价应该我自己预估啦，希望30-50万。我刚刚稍微看一下，有机会啦。今天看看我们究竟会买多少钱，走吧。今天可能会花破百万，因为一杯香槟喝下去以后，而且你们香槟给的超有诚意的。当然了 ，LVMH 集团，我们本来的话就是名轩呢，所以以酒商起家。那超哥不知道今天对于我们今天的场景，有没有觉得置身在国外？因为我们完完全全把国外的一个快闪店，就是 Pop Up Store 直接搬来台湾。那在这次的运用当中，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就是针对比较运动型的，甚至是像这样子一个网眼的设计，然后做出这种透视的效果。那很适合像超哥您平常在接触，我有看你频道哦，超跑，謝謝，对，这一类比较运动型的都很适合。这个里面是不穿吗？如果您想不穿，当然是没有问题。像超哥体格号，我觉得好像是没有这个问题存在。男生对那个网状的东西，其实都有一些特别的爱好，但不是自己穿。比方说网袜啊什么的，对，但不是自己穿，里面穿那个就是吊嘎，然后。哦对，也很适合，然后也是网状的这样子，画面太美，我不敢想。这一件它也是我们秋冬很重点的一个色系，它可以看出它是做这种渐层的质感。Nerjo 的设计作品当中绝对不能够离开一个灵感，就是棒球外套，我觉得还蛮好看，很有个性。我刚喝了一点酒，有点脑波弱。阿哥想为你配这一件，有没有一点像富士山融化的感觉？上面有雪景，外面你可以配上那种西装外套，就是很 small casual， 你就不会觉得太过正式。这件多少钱？待会看。要先确定我买得起。哎呀，太客气了，超哥。20万，差不多。啊，差不多。多买几件 oversize。对呀、啊。在你不穿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穿了。现在其实，在线条来讲的话，你会发现我们的设计它不会是偏特合身，可能肩线做到这啊这一类都不会，一定是要让你这样子有点松。它这一套当然是也有做裤子，可是当然不建议顾客是穿这一整套。穿一整套只有艺人跟明星，而且还要身材很好、特高的。您是啊，您是啊，您刚好像上次在讲自己，是不是？没有没有。这件好像比刚才那件好看，这件比较适合。对，这件比较适合。不好意思，有你的小粉丝想要跟你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当然可以啊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购物愉快。它的面料更硬挺，跟刚刚我们上一件的针织的感觉是不太一样。好好好好，哪一次不买？这件真的好看，这件好看，好买。买，这边金额是10.5万。哦，便宜，好， okay, 便宜，好，超哥说便宜。就价值观是不是坏掉？没有啊 ，LV 外套8-10万都是便宜的。觉得东西还是要试了才知道适不适合你自己、啊。不管怎样，就像手表啊、衣服，这件我压根没有考虑过，可是上身以后就觉得还不错。而且我们去试一下内搭，这都是您的尺寸，有化妆吗？应该是不用哦，不用不用，好好好好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这件就是简简单单，然后大学 T， 然后后面的话可以简单的看到就是 LV 的 logo 这样，从背后，这边就是很素雅，可是就是好搭配。接线，对对。好，36,200卖。是的，卖。这么简单一件 T 恤要卖26,000多，这样就很好看哈、啊。对啊，我觉得这样就好。不要再说我们只有一件外套了。我有，忘了，应该有
八件十件吧。25000块买一个白素 T， 其实是蛮需要勇气的。啊，好了，人生活今天。这个出去真的行。对啊，真的吗？完全就是在走 runway 啦。你这也是主题之一，瑞舞什么意思呢？在80年代的时候，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潮牌或者是很多流行性的一些街头风，它会有一些渐层的感觉。对，真的吗？里面就是像这种素的白 T， 简单的、薄薄的，这样就够了。现在在台湾，对啊，你看你完完全就是，是不是杂志照了？我没有觉得我会适合这个风格。所以衣服真的要上身才知道。17万9，谢谢。那17万9就非常能考虑。您选的外套是不是要来一双渐变色的？这双 LV Trainer， 也就是 LV 很引以自豪，然后也是我们 Virgil 设计的一个鞋款。拿一双来试试看哈。好啊，就记得这30万而已。脑波弱的人不可以多逛，你知道吗？这真的是一个可怕的地方。这一集真的是成本很高啊。没有您的 size。然后呢？太好了，省起来。这是我的理念啊，就是宁可买贵，但是有品质，而且有品牌的东西。当你今天刚刚好，好不好？这个入境，我觉得这个 timing 刚刚好。你看看，你看他们香槟给的，他们香槟给的，他们香槟给的多大方。我刚刚喝了一杯，花了50。哦，那第二杯，所以只要好看，能负担我们就买，因为人生是无价的嘛。当然，对啊，人就是活在现在，我就是觉得，我重视穿衣服就买。谢谢，真的很会给自己洗脑。我今天买47，对，今天买47，差不多。好啦，喜欢我的节目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就让它停在这里。对，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，就是我们不是为了来展现财力，我们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值得。好的东西，像 LV 这样，那有时候是品牌衬托一个人，有时候是一个人衬托品牌。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让大家去思考的。那我们也不为了花钱而花啦，好不好看，观众朋友会说话嘛？说不定下面一面负评说，超哥你那么矮，你就不要买这件外套了啦。你这一杯，这一杯不知道有没有满足到超哥的标准。LV 的酒真的非常非常的棒，谢谢。对，不愧是以酒起家。对，我们本来的话是酒商起家，然后之后呢，因为遇到了路易威登这个百年的品牌，我觉得这一季呢特别布灵布灵的，然后这个渐层色，其实这包很可爱。小的 size mini soft trunk 可以感受一下，因为它其实呢有把 LV 就是 Virgil 很。注意的一些细节放在这个包款上面，像chain啊，像这样子一个锁链的设计，然后本身来讲的话就是做这种比较柔软的一些皮革，它其实就是呈现像有点胸包的感觉，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包款在穿戴上去的话，它的高度差不多就是这个位置是最标准的。在颜色的渐层跟选择上面，其实去细看它其实是皮革去做运用。你去 party 或去吃饭的时候，其实越简单越好。我基本上出门就只带这样，就是除了雪茄以外，就是现金、信用卡、健保卡啦。哎，刚刚好哎，一只手机，一点点现金，然后就有卡夹，我们那个，对，我先把钱拿回来，里面还有黑卡。方哥，不好意思，今天的消费，那跟您报告一下。哎，我今天买了一件棒球外套嘛，哈，没错，17万9千块。对，然后我买了一件 T 恤，25200。然后大学 T 是36200。10万5千，绿色那一件方格纹的是10万5千，黑色的镂空，12万4。好，所以总共是46万9千4。好好，谢谢，谢谢您。我到底刚刚干了什么？46万9千400块，47万。不过人生就是这样了。今天这50万在我的预算以内，而且。我觉得他的东西很棒，可以让我过得更开心。那你就 just do it。我他妈怎么这么会骗自己？对，我真觉得，就每次来大概没有40-50万，大概都走不出去。酒喝多一点，我只能喝酒泄愤。他们家的酒也是好酒，而且 LV 有一个很大的好处，就是当你买了一个东西以后，如果你觉得没有那么的喜欢的话，它有30天新品免费退换 ，LV 不会退你现金，它会给你一个明细，一个 receipt， 它会告诉你说你还有20万的扣打在这边，那你可以换任何你想要的商品。那今天就是
LV 的新装发表会，我觉得人生就是不断不断的体验，然后还有不断不断的尝试。我年轻的时候我也买不起 LV， 但是我觉得只要我们认真的过每一天，人就是有无限的可能跟希望。我从无到有的超派人生，我觉得我不是要教大家怎么花钱，我只是要告诉你们，对自己好一点，对自己家人好一点，对自己身边人好一点。温卡秀杰，温做郎正直。其实人生很快就过去了，说不定我的钱不花掉，我明天就GG啦，对不对？喜欢我的节目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带你看见不同的 LV， 还有不同的花钱方式。超棒，看这真的很好看，这一件真的很棒。最好看就是苏菲，好不好看？而且面料软不软？面料软不软？可是因为我里面是毛衣，不好意思。